村长，你说话呗，都做半个钟了，困完。哦哈，今年春晚有节目的举手。我有。我也有。小半吨，那你先来。啊，那我来个狠的，我说实话。你干什么？你不要怕哦，我表演这个。那你快点开始，太危险了。小可爱们，危险动作请从我反哦。快点，哎呀，放个屁抖成这样子啊。村长，帮我按一下这个腿。好了没有？可以放开了，敲完了都，敲了一下地下。丢卡面，你敲地下啊？还搞那么紧张？还有按腿？丢，我以为敲头呢。你点敲头不痛啊？哎，走开！下一位，到你。OK，Number、okay, 不冷。今年春晚就你们两个了。什么意思呢？我这个淘汰了吗？就是了，我都还没演呢。哟，有内幕啊！这样子就晋级了。今年春晚主打就他们两个了，你们三个废柴。